司资产状况方面也有所明显的提高啊，在13%左右。在今年的各个工作目标上呢，我们完成的也非常非常好。董事长，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要汇报的基本情况。三月份的数据怎么比一月份低了0.2%？有点饿了。好，董事长的这句话呢，我听出了三层意思。第一，我们要时刻保持饥饿感，这样才能够锐意进取。第二，在模式上，我们还是要大力的推广饥饿营销。这种营销不是，我意思是，该吃饭了，董事长。您对我们真是体贴啊，不过您的重要指示就是我们的精神食粮啊，我们一点都感觉不到饿。要不我们还是去旁边的香格里拉简单的吃个便饭。不用了，我老婆给我做了吃的，刚刚司机送到前台。董事长，您跟夫人结婚都这么多天了，还是那么一往情深，真是羡煞旁人呐。妈妈对了，当年创业的时候，我老婆就怕我在外面吃的不好，总是亲自做饭给我送过来。以后每一个老婆都养成了这个好习惯。那小小的盒饭，那就是您跟夫人爱情的结晶啊。妈妈对啦。哎，我先上个洗手间，等我一会。好好。小王，到，去前台去拿一下董事长和夫人的结晶。是。生日蛋糕、点心，你这个牙呀，不是吃这个吃的吧？记住啊，小李叔叔告诉你，这柿子不能跟螃蟹一块吃，特别好吃。哦，好。完事了，你家闺女等你半天了。爸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一放学就坐同学妈妈车过来了。我作业都写完了。爸爸，我们现在能走了吗？爸爸还有点事情，你再给我5分钟，好吧？5分钟。你再玩一会儿。5分钟啊。什么事儿啊？比给孩子过生日还重要。总经理让我去找董事长的盒饭。不错呀，你现在是老板的心腹了。但是我没有找到啊，前台也不清楚。哎呀，变心腹大患了。咱们公司的项目组就咱们两个人，你要是被辞了，我怎么办？你要是不在了，以后谁帮我打卡？愣着干什么呀？走，跟老板说。这么简单的数据都搞错了，昨天不是上个礼拜我就跟你说了，让你们来回来去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干嘛？那个盒饭丢了，我没有找到。丢了丢了呗，没看着开会呢吗？等会儿，什么丢了？盒饭丢了。你盒饭丢了？是董事长。董事长丢了？董事长的盒饭丢了。你把董事长的结晶丢了。说一下丢失时间。下午6:40。现场除了你还有谁？老实交代，不要心存侥幸。我想不起来了。你以为这是个小事吗？董事长他的盒饭丢，很可能对咱们整个公司产生不满。王，你这是一锅老鼠屎坏了一颗粥啊！你今天能弄丢盒饭，明天就能弄丢公司机密，到时候影响我们公司上市，对公司的财产造成巨大损失。小王，你这是要坐牢的。我就弄丢了一个盒饭，我就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了。小王，你太狭隘了。你想一想，如果这一份盒饭是他不可或缺的药膳呢？这因为这膳食纤维的问题引发出他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疾病，那是要出人命来。我抗议，缺乏膳食纤维不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，只会引发肠胃肿瘤。你闭嘴吧。现判决如下，被告人王小坤玩忽职守，对公司造成重大损失，判处终身开除，剥夺。恳请各位老板给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我们保证一定能让董事长上完厕所吃得好的。经商议，王小坤的判决缓期20分钟执行，在此期间对于王小坤找回盒饭给予必要的权限支持。为什么是20分钟？对，我们用不了这么久。你出去吧。以我对董事长的了解，他去洗手间
不会超过20分钟。总之，找不着就滚蛋。好好，爸爸在忙啊，你再给我5分钟，好吧？啊，好好好啊，就这样啊。能找到吧，狗科长？我老狗可是老板的得力干将，老板都信得过我，你还信不过我？那没有没有，你这个系统看起来很高科技啊。你看啊，我可以操控镜头，想看谁就看谁。这些数字什么意思啊？这个 AI 技术啊，可以检测每个员工的一举一动。他今天和同事聊了3次八卦。这个6神是说他今天走了6次神。哦，这个17摸是说他今天摸鱼摸了17次。哼，哎。怎么又摸了一次？这个36体是做什么事情？做36次啊？这个是36度体温，挺健康。哎，这里有个数字一直在跳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记录员工骂老板的次数，这我得记下来啊，告诉老板，不能辜负他对我的信任。但是像这样的员工啊，在咱们公司毕竟还是少数。算了，我也不爱打小报告。哎，你这个系统可不可以看出来我们公司哪个员工工作最认真、最负责？让你们见识见识啊！哎，这不是总经理的宠狗吗？这就是咱们公司最认真的啊！这个系统啊，非常智能，是对我们，是对你们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。像我这种老板的心腹才有权限给你们看。那劳驾心腹，看一下前台的录像吧。行。哎，有了有了，哎，就是，哎，肯定是这个。哎，去哪里啊？哎，怎么回事？这人工智能，这什么人工智能？好不容易看到了，怎么就跟着跑掉了呢？你这个摄像头放的太不合理了。对呀、啊，那老板都信任我的工作，你们还怀疑我？你看这儿、这儿还有这儿，那都是监控我工作的，我能出什么问题啊？看完了赶紧走。这什么人工智能啊？看了监控，起码知道董事长的饭盒长啥样，也已经算成功一半了。我在超市买了个一样的。你盒饭盒饭不能光有盒没有饭啊！我们现在知道是他司机送过来，他不知道里面东西是什么。你这个饭好办呀，你随便订一个就行了。不行的呀，那董事长跟他老婆那么熟，他能不知道他老婆给他做什么东西？他俩相差40多岁呢，说不定他老婆往饭里下药呢。像什么螃蟹炖柿子、螃蟹炖羊肉、螃蟹炖梨，这些都是相克的。跟慢性毒药似的，螃蟹这么危险呢？啊！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你不要搞了好吧？哎，等一下，你刚才说这盒饭谁送来的？螃蟹，不是，司机啊。司机啊！哎，周师傅，来来来，哎，这胡闹，这能抽烟吗？哎，那你俩问这玩意儿干啥呀？不是，我们想了解一下董事长兴趣爱好，我们好更好的为他服务啊！对对对，拍马屁！哎，是，对对对对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俩说话真是拐弯抹角啊！你这整这老半天，闹了归期，你俩想知道董事长今儿晚想吃啥，是不是？是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您能不能打个电话给董事长夫人，帮我们问一下啊？这说打不就打？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哎不，但我一个外人，我问这玩意儿合适吗？帮忙！这玩意儿你咋帮啊，哥俩，你对不对？啊，你就我就一司机，我不得保证自己的位置，你知道吧？我跟你说，有时候人呢，你就得摆正位置，你摆不正不位置，你这玩意儿你得出事儿。我跟你说，我说，哎，你这车位置你怎么摆的？啊，不知道自己的位置白拿呀？不是，什么时代？抱歉，有你这么开车的吗？眼神不好，这耳朵也不行啊。老师，我没看见。亲爱的，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？你不是陪那个老头去分公司开会了吗？哎，我这今晚上要加班，咱们老地方见，好吧？喂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这条线不能再跟了，再跟下去，我怕把自己跟没了。行了，别跟我这个那个的了啊！你三零的啊，人呢？我调查了董事长家最近的
超市统计了今天上午销量最高的食材，我们把这些食材排列组合，一定能找到他最有可能吃的那道菜。董事长是广东人，所以梅菜扣肉嫌疑很大。董事长这个年纪肯定有三高问题，红肉不能吃，但广东人爱吃海鲜。食堂科同事汇报了，董事长有痛风，海鲜基本可以排除了。这个要拿掉，容易过敏。这个拿掉，太廉价了。这个必须拿掉，我不爱吃。嗯，有答案了，就是这道菜。这个不太像一道菜啊。嗯，哎，不合理不合理。哎，我这个本格推理没有错呀，要不咱们算一卦吧？啊，算一卦。你没在开会呢？阿姨，你扫吧。我们再分析董事长晚上吃什么呢？这还用分析吗？董事长今天晚上吃五菜鸡丁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朋友圈里说的。什么五彩丁丁？你怎么有老板的微信啊？年轻人啊，你们连老板的微信都不加，还怎么升官？怎么发财？怎么涨薪水？抬下去。老板发圈不点赞，老板发文你不看，你们就再这样混下去啊，迟早滚蛋。阿姨说的对，是我们酒不够高啊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说了，我现在就去买那个五彩鸡丁，你帮我看一下孩子啊。好好，再给我五分钟，好吧？啊，五分钟啊。好好，我陪你玩。哈哈。电话我也打了，这个附近根本没有卖什么五彩鸡丁的呀。那没办法了，我们只能从园区里的外卖一样拿点，拼一下就出来了。神经病啊！你让我去偷外卖啊？谁让你去偷外卖了？你看看外卖单上写多少钱，一张要钱就跑。这不是偷，是买。不行的呀，你这个样子，人家发现了多丢人啊！你想不想在公司干了？爸爸，我看见你桌兜里有一袋饼干。好好啊，那个饼干，你不要吃啊，那个饼干。嗯，我没吃，都被小李叔叔。都吃完了。对，那个饼干里面好像已经长虫了，我是忘记扔掉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好好好，你没事就好啊。啊，你快点去吧，孩子都等半天了。快了，你再给我五分钟，好吧？五分钟以后我就回来。五分钟。哎，我到底要去找什么外卖啊？五彩鸡丁。啊，五彩鸡丁，原料有鸡肉、豌豆、玉米粒、姜末、蒜蓉，这些都是常见食材，我们园区的外卖里肯定都能找到。南边都是影视公司，爱美的女孩比较多，她们喜欢吃健身菜，里面必然有鸡胸肉和玉米粒。园区北边都是互联网公司，程序员最喜欢吃黄焖鸡米饭，所以去那里找鸡肉是吧？错，有的店家为降低成本，总是在黄焖鸡里放很多大块的姜，既冒充鸡肉又冒充土豆，非常狡猾。这一次我们就将计就计。西边都是外企，爱点披萨，披萨上面肯定有豌豆。东边是保安队宿舍，大哥平时爱烧烤，蒜蓉生蚝少不了，去拿蒜蓉那正好。你说这事儿巧不巧？好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不要跟我玩押韵了，好吧？这一封啊，是新来的桥，天之黄忠诚功劳，站立在营门。炮声叫，大小二郎听根苗，头痛啊鼓，张盘刀，二痛啊鼓，金盏袍，三痛鼓刀。呆，是何人关了我的灯？
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再给我五分钟啊！喂，能不能懂点事情？饭热好了。哎，我老婆呢最担心就是我在外面没好吃的，老爱给我做盒饭，什么螃蟹炖柿子、螃蟹炖羊肉、螃蟹炖雪梨，我真没小吃。但是我最爱吃的就是这道五彩鸡丁。你们知道我老婆做这道五彩鸡丁最难是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她身忙的。董事长和夫人真是伉俪情深，经营好小家才能管理好大家，这是我们一直需要学习的事情啊。妈妈对吧？啊，你刚才订那个饭店包间没取消吧？必须没有啊，董事长，请。哎，大家一起去。啊，今天我不吃独食了，我请兄弟们吃个饭。啊，好。嗯，哎，别着急走啊，今天的会议决议一会儿等着要呢。哦，好。哎，怎么样，兄弟，解决了吗？这个。小李，来来来，今天陪董事长多喝两杯，快过来，快过来。来了。哎，你好，请问那个我订了一个蛋糕，你们送到了吧？对，我收到信息了，所以我没有找到呀。不是，这个是我给我女儿过生日的蛋糕，你们再帮我确认一下。喂，喂，谁拿我外卖啊？谁拿我外卖啊？爸爸，好好，不好意思啊，爸爸本来还想给你个惊喜。我早就知道你要给我惊喜，而且我都拿到了。你拿到什么？这你从哪里拿的？那边桌子上拿的。你看，上面还有我最喜欢的兔兔棉贴纸，还有我的名字。好好吃哟。好好没有吃，好好要等爸爸下班一起吃。做了同样的措施，以后我们一起改正，好不好？好。